的是斑马，上衣有着斑马的图形，运用六角网的缝制编排，使斑马毛发呈现立体的效果。裙子则是上短下长的笔折裙，纹路是斑马纹的构思。我做的动物是金刚鹦鹉，上衣以缠绕画的方式画出金刚鹦鹉的身体，运用袖子的接缝处缝上羽毛，以呈现金刚鹦鹉展开翅膀的样子。裙子以白色的主为底，配上黑色与素色的布料做拼接，再画上缠绕图腾。